各位好，我是中国戏曲学院周玉德。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戏曲史第一个单元，戏曲的起源和形成。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的艺术品种之一，它有着高度的艺术成就和广大的群众基础。戏曲艺术的源头非常古老，可以上溯原始社会的先民歌舞，它的孕育过程呢相当漫长，直到11世纪之后的宋代才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完备的艺术形态。我们研究戏曲艺术呢，先从它的源头说起。从宋代起，戏曲在勾栏瓦舍里头已经成为人们喜爱和重视的一种艺术形式。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关心它从哪来的问题。从那时候起，人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对戏曲的源头有了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御神说，也就是巫戏说。此说认为，在远古的先民祭祀仪式中产生了戏曲的萌芽。巫戏是沟通人神关系的一种中介，在人类蒙昧的时代，巫的地位十分显赫。中国的商周时代，巫戏和祭祀活动很盛行。到了周代，一部分巫仪演变成全民性的风俗，其规模最大的是铡、舆、傩。铡是庆祝丰收、酬谢神祇的一种祭典，在岁末举行。所祭奠的是和农业有关系的八种神祇。祭祀的时候，人们有化妆，要披贬素服，或者是黄衣黄冠，还要竖着革带，拄着针杖，吹着乐曲兵颂，敲着土鼓，表演兵舞和服舞，并且还要唱着类似咒语的歌。八种神祇都是由巫戏来装扮的。铡祭是人们在紧张劳作了一年之后的一种大松弛，所以快活又热烈，以至于以国若狂。舆呢，是求舆的祭祀。周代宫廷里头有专门做舆祭的巫师，还有专门舞舆的女巫。舆祭有辉煌的乐舞。傩是驱逐异鬼的一种祭典，有宫廷之傩，也有乡人之傩。傩祭的时候有方乡士长蒙熊皮，戴着黄金四目的面具，穿着宣衣朱裳，支戈扬盾，率领着一个很神秘的队伍驱逐异鬼。傩队都化了妆，戴着面具，舞蹈跳跃呼号。在这些活动中，领衔的角色是巫戏。一舞降神是巫的本色。在降神的时候，他不仅跳舞，而且唱歌。
吴歌和吴舞紧密结合，有乐器伴奏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在吴风乐舞当中，戏剧性的因素逐渐地明朗起来，吴语中的吴他都在扮演角色。所以苏轼《东坡志林》卷二就说了：“八扎三代之戏礼也。”因为扎戏的时候，吴装扮的诗像毛胡这一些东西，做人和神的交流，实际上呢他就是在演戏。明代一个著名的文人杨深也说：“吴以歌舞乐神，其衣被情态与今昌幽何宜？”他认为吴在歌舞御神的时候，那化妆和表演和现代的戏曲艺人没什么不同。近日王国维说：“吴或烟间以象神，或婆娑以乐神、乐神，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言也。”王国维也是说，吴装神弄鬼的这个歌舞表演，它已经蕴含着戏剧的萌芽。闻一多先生更是把《楚辞·九歌》说成是楚行的歌舞剧。他为《九歌》设计了演出的方式，设计了舞台的布景，按照五歌的诗、九歌的诗句分配了角色，设计了人物的造型，还做了表演体式，把九歌谱写成一部实木的歌舞剧，取名就叫做《九歌古歌舞剧选简》。近二十年来，海内外的学术界从民间祭祀仪式来研究戏剧发声学的学者不在少数，他们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著作。我所见到的最大的一部著作是重庆艺术研究所编辑的《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》，这部书洋洋230万字的规模。第二种说法，育人说，也就是排忧说，人们在注意了吴和戏的关系的同时，也注意了忧的活动。忧啊，是奴隶社会产生的一种以娱乐其主人为任务的特殊的奴隶。忧具备多种艺术才能，会滑稽调笑，会歌舞奏弄，又大多生得奇形怪状。人们在追溯戏曲的源头的时候，大多注意到《史记·华节列传》所讲述的游梦衣冠这件事情。春秋的时候，楚国的游梦为孙叔敖衣冠，嫡长谈笑，遂于向孙叔敖。这一番苦心模仿，他露出了戏剧表演的端倪。游梦是春秋时候楚国的幽人，楚国有个很好的相叫孙叔敖。孙叔敖临死的时候对儿子说：“我死之后啊，你必然会贫困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幽梦帮忙。”孙叔敖死后，他的儿子呢果然穷得以卖柴为生。某一天遇见了幽梦，说起父亲的遗嘱来。幽梦就教他：“你不要远离，你耐心地等待。”幽梦就穿上孙叔敖的衣冠，模仿孙叔敖的言谈。过了一年多，
就非常的像孙叔敖了。有一天楚王举行宴会，幽梦呢就扮孙叔敖出场，楚王大惊啊，因为孙叔敖复活了。楚王想让他做相，幽梦说我需要回去和老婆商量。三天以后幽梦又来了，说老婆坚决不让他为相，连说带唱，他论证这个贪官不可为，因为要受惩罚呀。廉吏呢也不可为，因为要受穷。你看孙叔敖这样一个清廉的相死了以后，妻子啊都穷得打柴为生了。楚王的觉悟了，就召见了孙叔敖的儿子，封给他徒弟。幽梦的这个扮演啊，他是很成功的了，因此后来呢戏曲界就把演戏就叫做幽梦衣冠。但是我们想幽梦扮演孙叔敖啊，他只是一次性的表演，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戏剧。第三种说法，古乐舞说。近日刘世培做的《元戏》一篇文章，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为依据，得出中国戏曲啊导源于古代乐舞的这个结论。因为古代的乐舞中确实地含有戏剧性的因素，比如周代的大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高峰先生说，高峰先生的在那个《诗经金注》那里头解释说，大舞啊有歌有舞，舞分六场，歌分六章，表演的是舞完发咒的情节。乐舞的内容是：第一场，象征舞王出兵，歌我将；第二场，象征灭亡的因果，歌舞；第三场呢，象征征伐南国，唱来；第四场，象征平抚南国，歌班；第五场，象征周公统治东方，唱卓；第六场，象征班师还朝，唱还。毫无疑问，大舞这样的乐舞是表现了情节的。所以明朝的大学问家王阳明就说了，说大舞啊就是一本戏，虽然有些言过其实，但是古代的乐舞确实是透露着以歌舞来表演故事的一种信息。第四，傀儡影戏说。今日孙开地先生《傀儡戏考源》说，宋代的傀儡戏和影戏啊，为宋元以来戏文杂剧所丛出，乃至后世一切大戏皆源于此。他认为戏曲扮演的体制，像北曲以一个人唱曲子，南曲的分唱、合唱、互唱，以及角色的自报姓名、角色的涂面化妆、角色的注重步伐等等，都是由傀儡戏起源的。第五种说法，
外来说，现代作家许地山先生有一篇文章叫《繁句体例及其在汉句上的点点滴滴》，最初登载1927年《小说月报》第17卷的号外上。他把中国戏曲和古印度的繁句做了比较，提出一种看法，说中国戏剧变迁的沉积，如果不是因为印度的影响，就可以看作两国的情形相符了。郑振铎先生在他的《查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第3册《戏曲的由来》里头也认为，戏曲是由印度传来，这是外来说。第6种，综合说。20世纪以来，以王国维先生、宋元西乞考为先导，戏曲史专著结众的问世，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感到，戏曲源头不止一端，认为戏曲是由多个源头汇合而成的。戏曲史家们像探索黄河长江的源头一样，找到了汇成戏曲长河的多条溪流，只要有歌舞、幽戏、说唱、百戏，这多种源头汇聚而成中国戏曲文化。周一白先生在他的《中国戏曲史》长编，张庚先生在他的《戏曲艺术论》里头，张庚、郭汉成主编的《中国戏曲通史》等等这些著作里头，都提倡这个综合说，这都是综合说的代表作。中国戏曲之所以是多种源头的汇合，之所以要融汇多种的艺术因素，形成一种大融合的、高度综合的一种艺术形态，和我们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。大一统是居士公认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观念，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国人思想的趋同性。这种趋同性从天地混沌如鸡子的那个古代神话，到中华民族的源氏图腾中的一些例子，都可以得到印证。中国人崇拜的龙和凤都是由多种动物的特征融合而成的，明确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戏曲的多元特征。